烫着得有雪的状态，你只要看那个雪，只要把你的衣服一覆盖，我一挥手，他俩就马上就进去。那我就准备了，准备拍吧，来。量太小，而且不够高的一些枪。啊！哎，是他。跳起来！哇，好啊！好。动静有东西爬出来，他听见之后他会有反应。大概在这个位置是看出来了，你们都稍微站远一点。他一说他是苏普，就是苏妲己。他就是苏普的女儿苏妲己，没有危险。大概画幅落在这个位置，他说话就行。慢慢的从湖里站起来，变成跟一下他，要跟他。一个一个看他，确认比较好。扶着跟妲己，对。你在想他怎么办？有想到的感觉。我来。要。贴着过去，对。贴上就好。帅！下午这个要跟他拍的，没有风的状态，在主要防御的过程。我觉得不用看他，对，应该是看着他。主帅。